这个台海局势哈非常有趣啊，这是日本这个卡尔文森号，美国的航舰卡尔文森号啊。哎，卡尔文森号其实它原本是隶属于第三舰队，我们知道西太平洋是第七舰队管区嘛，仁俊，他这一次来到西太平洋已经很特别，可是你看看这个，哇，哎，满满的舰载机，这是怎样在？秀 muscle 吗？这个非常刻意啦，先讲一下卡尔文森号这一次之所以被人家很好奇的原因，是因为它停泊到这个日本的横须贺港。对，它上一次进去的时候是在2003年的时候，所以这次大概暌违18年之后，它再进港。对，那我在想，这个观众朋友应该有在海军服役的啦，如果你在船上面服役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进出港的这个过程当中，海军一定会在船上，就进出港的时候，他会开始广播，他现在要进行进出港部署，这时候所有人就开始备变了，拿枪的拿枪，拿炮的拿炮，然后该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你的船只在进出港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对，所以它是要预防，就是说你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面呢，那我就每一个人都要救他的战备位置，这个叫做进出港部署啊，那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为什么先强调这一段呢？因为基本上在进出港部署的过程当中，不太可能会把所有的战力全部往那边放。对，这一次被拍到的是说呢，它这个甲板上面密密麻麻一大堆的飞机啊，塞得满满，好像总共停了70几架。哎，就它本身可以载70架左右的这个军机，那这个军机里面包含 F-35C， 然后包含到这个所谓 V-22 的这个鱼鹰机，还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直升机或什么，它全部摆满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我没有要飞。但是我就让你看，因为你这样不可能飞嘛，跑道都占满了，塞爆了嘛。你说 F-35 也不太可能，因为你如果真看的话，它有些那个机翼是折起来的，对对对，所以它看起来是很刻意的把机库里面的东西全部拉出来，摆在甲板上面给你看，说哇，就是这样。那这个其实就进出港部署来讲，应该不太合理啦。为什么？因为你如果遭受攻击，我飞机在那里，我开什么玩笑？一炸就全炸了，那我这航空母舰不是没战力吗？对。所以我就想说，它有一点像是海军版的大象走路了。哦。也就是我把我这个机舰、这个船上面哦，所有的这个战力全部秀在甲板上给你看。那这个其实我老实讲，这个就是要让你拍了，让你知道说我不是空船来的。我所有的东西在那上，而且你觉得我有可能在那个不能用的飞机来吗？不可能。对啊，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讲说，我现在是一个全战力的一个状态。所以他透过这个方式告诉你，你看这个日本的这个摄影师就讲说，哇天哪，舰载机的密度惊人。对，因为理论上你就看过那个飞行甲板上面，如果真的要起飞的时候，不会把所有飞机往上面摆啊。对，你光要真要作战的时候，你要把它拉下去机库，你才有办法把跑道清出来。对，啊，所以这个看起来他确实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而且未来不会再隔18年了啦，他应该接下来会比较密集的，甚至他可能会常态性的让他在这个地方进去。那这里面当然看起来他所要展示的对象不会是日本人嘛？那是不是要剑指到中国大陆？我觉得就要从另外一个新闻再进来看，因为现在讲到说呢，美国国家安全合作局呢，其实他之前就有宣布讲说，国会已经批准了要把这个所谓的两种的这个飞弹，一个是标6，一个是标2呢，要把它配备在这个澳洲皇家海军下面下一代的这个主力巡防舰。猎人级上面，那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新武大官的，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他这个其实有一个意义，你知道吗？因为当他的国家安全合作局做这件事宣布的时候，其实是要告诉大家讲说，他要增强亚太盟友对大陆的战力。我刚刚讲这个，你可以揣测他要干嘛？对，这没什么好揣测的，这已经讲明了。对，尤其以这个媒体来说，他应该是确定的，他才会这样做吧？对，他就是讲说，你今天干这个事情，基本上你就已经是要把这个东西威慑的对象是正确到中国大陆了。对，所以当美方把这个所谓的标六这个一起卖出来的时候，就变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做的是什么？叫做垂直发射。那他把它放到他的这个新一代的巡防舰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用这个 MK48 的这个所谓垂直发射器来讲，它其实可以让船上的舰载的那个弹的那个容量变得更多。所以对他来讲，它其实是要增加澳洲的战力啊。可是你想想看，我们之前讲到美国的印太战略里面有日本，对，有印度，那有没有包含到澳洲？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我，你只要跟我是盟邦在一起的，我现在武力的部分，我通通都支援给你哦，所以我愿意卖，我通通给。所以他真正要做的是要协助他提升跟美国海军共同对抗海上威胁的能力。这些都是美军现役的飞弹哦。对，所以你想想看，我难道他只会卖给他飞弹吗？
没有，他要讲的叫做共同对抗，所以代表是什么？他们在直管通讯的部分全部一起 link 起来了，没错。所以当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军事的联系网的时候，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以这个媒体报道来说，他说要增强亚太盟友对大陆的战力，那就已经不是这种所谓的静态的大象走路了，而是在整个武力上面也用这种方式告诉你，我的大象不只会走路，我可能还会跑步，